上下，剪，再加一下。别的，打电话给10086。正在给10086打电话。现在用的麦克风呢？再按一下话筒。现在的公司就是其他和年轻人也来，让他换一新公司哈，他也是管不死，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刚工作的时候去一个新的公司，我就是特别焦虑。我讲了一句话，面试吗？是这样那么了不起，还能轮到我入职吗？这玩意儿就像找对象一样，你那个对象要是那么优秀的话，他还能轮到你吗？大家都能成为同事，都能在一个公司工作，证明什么了呢？证明大家都没什么本事。公司这样能把你罩紧，组织还怕你哪天幡然醒悟一下子跑了呢。那他拿这钱上哪罩人呢？说完的话，做完的事儿就别寻思了。现在你同事是不是也有说完话气得你想怼他的时候？咱俩都是普通人，谁也别为难谁。你的公司也不会因为你说了两句话和办了两件事这么多呢。